这个体面的男人叫刘汉民，是一家中法合资药铺老板，在坊间颇有一些声望。妈，志荣，我真是太谢谢你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！我又聊到你了。太好了吧？刘先生，求了，哎呀，求了！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哎呀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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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俩夫妻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今天不是周末嘛，当然要下馆子吃绍兴菜喽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哟，看他们两口子多有腔调啊！那是。今天不行了，因为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，药品出事了，都闹到领事去了，所以我得马上去处理一下。哎，领事是我们老朋友了，不要急的。再说了，急也要吃饭的呀，对吧？哎，就是啊，来来，两把，两把，两把。失陪了，失陪了，你们玩吧。哎哎，六先生，你这就走了？哎呀，来来来，逛街又跑跑了。哎，放下，放下！我说你们那是干什么？往哪抬呀？往哪抬呀？啊？阿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，我这屋子这么乱呢、啊？这是，哎，乱乎乎的。谁搬来住户也不行啊！阿芳，这不变成市场了吗？这都是，看着点，看着点。哎呦，你看着点！我说，你这怎么还能有足球呢？喂，这谁家小孩啊？哎，小孩别提了，一会儿把玻璃踢碎了。这，哎呦我真乱，这孩子真淘。我说这孩子，这个。很抱歉，我这是我家的孩子。这孩子，真漂亮。我刚刚搬来，您是？哎，这是我家的房东。房东先生，你好。哦，你也住在这儿？嗯。太好了！以后请多照顾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过来啦！哎呦，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哎！谢谢阿姨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尽管来找我啊！谢谢了。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搬家很累的，赶快上去休息吧。好吧，那不打扰各位排信了。来，打牌啦！打牌，打牌！马志柔，马志柔，你的口水要流到赵太太身上了！哎呦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这身段，搂好了！回去，而且在租界租你房子的人，一定不是一般的女人来。就是啊，哥女儿怎么这么灵啊？都有小孩子，身材啊还这么好啊！她说啊，她老公是在洋行里面做事的，小两口啊带着一个小孩，家世好，人又清白，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。该我了是吧？老吉，挑我碰你。哎，阿芳，太太，干什么去啊？
我新做的柜子呢？怎么还没送来？我已经打过电话了。打过电话了？他们怎么说啊？已经送过来了。哦，已经送来了，你还往楼上跑，还不去门口盯着？小德德，就是。怎么又回来了，老爷？小心点打，我可是吃你牌的啊！哎呀，我说白玫瑰啊，我看你今天是转不了运了。哎呀，大饼，我们多赢姐姐点儿，咱也不能坐吃山空啊！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这么大的事业，必须得领事来办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上新菜还吃不啦？你一走，多送送下子啊！对呢，还是刘先生理解我。来来来来来，是谁的？你家老刘白天忙着生意，晚上还得忙活着你，身子骨受不了，受不了呀！想什么？你想想你的牌怎么出呢？是啊，下来下来。来来来，哎呀！你俩出了，没有想到别人的。好吗？哎，太太，这个柜子不是我们的。哎呦，真不是哎！哎呦，东西太多了，我也没注意。要不我现在就去问问，好吗？不用了，帮我准备一下糕点。你的心思都用到哪里去了啊？看个柜子都看不住。太太，今天工人老多了，东西搬过来搬过去的，我都搞不清楚了。要不然我去隔壁问问。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去问？算了算了，他会说话吗？还是我去吧。哎呦，好嘞，这种事情哪能叫你这个大老板去问啊？还是我去问算了。咱们不是房东吗？一块过去看一看。等一下，那我要打扮一下的呀。哎呦，就到隔壁，又不是赴宴，走吧走吧。哎呦，是你呀，我们正说到你呢。哎，都在家呀？我新做了些糕点给你们送去。哦，谢谢啊，阿芳拿着。哦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公。我们在楼下见过。哦，是吧，已经见过了。我新搬过来，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，请多照顾。我们应该做的。是。坐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们家多出个柜子，可能是工人搞错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哎呦，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丢掉的那个啊？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情啊。啊，柜子怎么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？你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不要了？愣着干什么？干活去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柜子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这些人啊是怎么在办事的。我在家啊，整整等了一天，真是急死我了。刚搬过来，万事仓促，招待不周，请多包涵。两位请坐吧。来来，尝尝我们家做的点心。这点心真是精致啊，你自己做的？刚刚烤出来的。烤出来的？
老公，他们家还有烤箱嘞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。真假？还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？啊，不好意思，鄙人姓刘，名汉民，我是做医药生意的，这是我爱人，姓胡，叫凤兰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先生姓金，单名一个盛字，在洋行做事。哦，金太太。哎呀，你先生一定很忙吧？他最近在日本公干。金太太，我看了一下，你们家家具真是精致，对吧，老公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是我先生带回来的。刘太太，你叫我国香好了。好，国香，叫国香妹妹好吧？国香妹妹，你这个点心啊，做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想啊，哪天冒昧打扰你一下，你方便的时候，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那个烤箱，你呢也帮我开开眼，教教我怎么做点心，好吧？好啊，随时过来玩吧。今天实在很抱歉，这个柜子，我明天让工人给你们搬过去吧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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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粗活重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女人动手的，叫他们男人忙好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金先生不在家，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是挺麻烦的。明天我让别人来搬就好了。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。都可以的，如果我不在家，家里也有人的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老公。老公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打扰了。哎呦，你们家这个采光好像有点暗，是不是住的有点不舒服啊？可以啊。啊，那就好。如果住的不舒服，我们还可以调换，一直调到你满意为主。其实已经很好了。啊，那就好。老公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房间啊是几个空房间里面采光最好的一个了。我们国香妹妹啊是一眼相中的，对吧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洗漱间是男女不分，就一间，水阀往左是热水，往右是冷水，千万别烫了。好啦，走啦。好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洗漱间在一楼。哎呦，走啦！哦，对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吧，我太太她喜欢打麻将，你可以直接找我。哎呀，汉民，走啦、啊！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啊！走了啊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看人家的家具那么洋气，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啊，这什么家具啊，我要换。还有我还要烤箱，你看看人家做的点心，我不管，我也要学。你看看人家的家具摆设一目了然，干干净净，你再看咱们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嫌弃我是吧？家具我也要，烤箱我也要，你看着办。好好，刘汉民最近心情一直不错，从老宅子搬到法租界，不但摆脱了乡下家里老太太太太的约束，这里难得一切都他做主，如今一切都是新鲜的，这越新鲜才越有滋味儿。你躲到哪里去了？你到底在哪？你快告诉我！他们追上门，把所有东西都抢走，我一分钱都没拿到，什么叫都给我花了，什么叫都为我的财这么做？你什么意思？
你记得要保重身体，早点休息。早点回来。你到底在哪？你躲到哪里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。喂？喂？李先生打电话了，他在上海吗？那些人会找到这儿来吗？好吗？事情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不想让这个楼里面的人知道，你千万不要乱讲。嗯，知道了。先去休息吧。刘先生，早。早。在煮咖啡。是啊，刚搬进来，什么都没准备好，牛奶也没来得及买。会有的，过两天就有牛奶送你了。哦不，那个谢谢你，我要去药房。尝一杯吗？好，谢谢。真香，比对面的咖啡店味道还行。刘先生过奖，你也常去咖啡店吗？我这个人喜欢安静。哎，你小爷，您还没走啊？你不去做饭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太太让我来看看车走了没有，她今天要去百货公司的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派司机接她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我要上班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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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主赐我时，我们赞美他，从今日到永远，世事无尽。阿们。妈妈，现在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了，来吧。太太，搬柜子的工人来了，要不你们先吃，我让他们再等一会儿。不用了，让他们搬吧。好。哎，你看我这手包真的特别值，我这料子好，买了三瓶了，不行，我们两个又去永安百货了，新来了一些手段，特别好。是啊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忙。就是这个门啊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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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总，这把是哪车啊？哎
通风啊？上海太潮了，没人看，没人。不是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这些成何？我知道你，你以前是唱花旦的吧？还是电影人台柱子啊？我以前老看戏，我听我都唱的什么？可当时那个行头啊，哎呀，那个特好看。是啊，你这身行头也不错呀。凤姐，以后替你唱戏啊。哎呀，你快点进去吧，这身行头以后不要出来了。真是。刘太太。早啊。早啊。哎呦，这是在吃早饭啊。是啊，今天起来有些晚了。哎，对了，柜子搬过去了吧？哦，已经搬过来了。哎呦，干嘛那么着急呀？那么客气。那买了一点凤梨酥给你送过来。哎，你也太客气了吧。要不坐下吃点吧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们吃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你这个咖啡煮的是真好啊，闻着都香啊。行了，那你们吃吧啊。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好的。老师好。哎，佳佳过来了，来过来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人心冷暖自知，但人们大都是不满足的，所以有人觅知音，有人演讲，有人有信仰，各自有各自的诉求法。只是很少有人想到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要好好看好你们家的刘老板，你们家老刘现在是大户人家，外面漂亮的狐狸精太多了，改天给你拎两个回来，我看你怎么样啊。哎呦，你开玩笑啊马志勇。哎，你们是不知道啊，刘汉民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像个神经病一样。那我那个时候是大红大紫的，我下嫁给他，他是高攀我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哦，我还把他生个儿子呢。哎呦，开玩笑，你们说说看，他在外面招惹那些狐狸精，哪个给他生过一儿半女啊？对吧？哎呀，那是你家老刘都不凑巧，以前碰到的都是盐碱地，在你这儿丰收了。国小妹妹，奶奶，奶奶好。哎呦，你一来啊，你看看，我们连牌都不会打了。是啊，尤其是这个马志荣呢。哈，你好，我是凤姐的票友，不嫌弃的话，你叫我小马好。是小马？什么小马？哎，你叫她小马妹妹就可以了。是，真会开玩笑。哎，妹妹，我开玩笑，你不要当真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跟我们打一圈好了。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打牌。哎呦，打牌太简单了，只要丢三根金条进来，什么都会了呀。我想走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这个人啊，最喜欢乱讲了。行了行了，你有事情你就去忙，上去吧啊！那我不打扰各位了，慢走啊。赵太太，
一逗，马志荣的口水又要流下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是马志荣哎。用膳做好了，放盘子里面，一会儿我带到隔壁去。还有，另外装一盘给对面送去。我还真不知道赵太太的男人是谁呀、啊哎！我也不知道。讲过了呀，在国外呀。在国外二十。哟哟，国香妹妹，金太太，我做了些点心给你们尝一尝。哎呦，快来吃，快来吃！谢谢啊。金太太，你真是贤良淑德呀。哎，妹妹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能不能叫你老公啊，从日本也给我带一个烤炉回来啊？好的，我记下来。哎呦，谢谢你哦。那你们慢慢打，我上去了。见了。马志荣，哎，你还真让人家买烤箱呀？是你家老刘烤，还是帮帮烤，还是你烤呀？关你什么事情啊？再说又不是烤给你吃的了，我不管，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。太太，你回来了？是啊，谢谢你的糕点啊。不客气，进来坐会儿嘛。啊，好。听说你那个蛋糕是拿烤箱烤的吧？是啊。坐吧。哎，谢谢啊。我老公就特爱喝这个，有什么好喝的呀？我就喝不惯了。你先生看起来很忙啊。嗯，他们律师行就这样，而且是上海最大的律师行。你先生是律师啊？是啊，专打经济官司的。金太太，糕点做的好精致啊。嗯，好吃，多吃点。对了，那个烤箱哪里买的？我先生从日本带的。嗯，那很贵吧？还可以，三十几块，都够我一个月的家用了。想做糕点的话，可以过来用吗？嗯，不好意思麻烦你。不客气，大家都是邻居嘛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老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嗯，我要走了。晚上我煲了汤，待会儿拿点给你啊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廖小姐，气色和身材真是好呢，我就管不住自己的嘴。走了，有空过来坐嘛。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手气好嘞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哎，再来，再来。这什么曲子啊？洋派家庭就是不一样哦。我觉得真不如听周璇的唱片。哟，土气了吧？这是现在最流行从西洋传过来的 jazz 音乐，爵士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姐夫回来了。阿芳，阿芳，哎，饭做好了吧？先生回来了，开饭。我这大舞厅还有很多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我还要回去烧饭呢。嗯，我也要去百乐门了。别，都别走，大家在一起吃吧。哎呀，姐夫，我找你有正经事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你真的给我调调身子了，给我把把脉。我这几天啊，总是失眠多梦。有时间我帮你调调吧。哎呀，你整天说有空，你定个日子。哎呀，算了，哎，来，走了走了，哎呀，姐姐走了，改天再打，走了，别走，事儿多，够了啊。
姐姐走啦。哎，明天再来继续啊。啊，薇薇。我说薇薇，咱们到外头去。不吃了。要不咱们到外面吃。外面有什么好吃的？外面的东西又不干净的喽。不是最近新开了一家，味道蛮不错的。是吧？嗯。要不把楼上的金太太也叫着。嘿呦，约了怪了。以前你都是排斥同性，这才几天呢，跟楼上的金太太打得挺火热呀。有什么火热的？能，我他买了个烤箱。你这个人就是，别人有的东西你非得要有。怎么，你养不起啦？我养不起，这一楼的人我都能养得起。你还想养全楼的人是吧？那我就知道你还想娶小是吧？瞎说什么呀！我呢，其实又不是反对你娶小，我是担心你。你想，万一你娶了一个狐狸精，天天缠着你，你的身体受得了吧？别瞎说了，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也说不过你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哎呀，我倒是挺担心你的，你说你这一天无所事事的，今天打麻将，明天去派对，一个女人的美是在于修心养性。怎么，你嫌弃我啊？想当初我也大红大紫过得好吧？啊，放着军政界的太太不做，跑来给你做小，你还不知足啊？你想让我就像在老宅子的时候一样，大气都不敢喘，活活在家里闷死你才开心，对吧？啊，好了好了，随你随你，吃饭。哎，去哪里呀？不准去外面吃，上楼，我给你炖汤喝。走。感谢主赐我时，我们赞美他，从今日到永远，世事无尽。阿门。妈妈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啊，开吃吧。桂香妹妹，哎，姐姐，哎呦。你们已经吃饭啦，这个西餐做的真是好。你要不要桌上吃点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喏，阿芳啊去买了南翔小龙，我说啊给你们带一笼过来。你太客气了，佳佳，快点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，嘴真甜，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呢。好了，不打扰了啊，你们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慢点吃啊。啊，干嘛去啊？啊？干嘛去？不是洗澡去吗？你不是下午刚洗过，怎么现在又要洗啊？天热，再洗一遍呗。再说了，晚上。行了，去吧，快点啊。洗完了，洗的还行吧？不是这，刘先生，我这谁？
回来了，快吃饭吧。坐来吃啊。我说你每天就做这几个菜，不烦啊？这都是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就是再爱吃，我天天吃，那也腻啊。哎，那你真不吃了？好吗？陈太太，这是我们家太太做了点点心，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尝尝。替我谢谢你家太太啊。别客气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哎，慢走。这是什么呀？你隔壁金太太送了点点心过来。有句名言说，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了男人的心。其实很多女人不明白，其实会不会做饭这事儿不重要。请接现金先生。什么？他走了？请问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他临走前有说什么吗？哦，那如果你见到他，麻烦你叫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叫廖国兴。廖国祥的丈夫金盛在洋行做事，那年月洋行买办曾经风光一时，可好光景也不是年年有，金家公子们一掷千金的做派却是一如既往。后来果真在钱财上出了大事儿，金盛说去疏通疏通就离家出走了。廖国祥预感不妙，提前搬了出来，谁知道男人果然靠不住，金盛终究一去不返，该怎么办？还没休息啊？真要休息？金太太，吃早饭呢。哎，姐姐。阿姨早。姨早。要不要坐这吃点啊？不用了，我下面还煮着粥呢。
金太太，你人真好，我还想谢谢你昨天送的糕点呢。什么时候你也教我做做？好，随时过来嘛。这么早走啊？啊，今天事儿比较多。哎，你要是有官司的事情，尽管找我们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在……大清早的说什么官司啊？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的。行，那你先聊着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张嘴，老说错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没有别的意思。没关系，你心直口快，我倒觉得和你一见如故。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百货吧？看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你也帮我挑挑。好啊，有空的时候我们约。那你们先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哟，微微，现如今你都会打麻将吗？这天天看的肯定会啊，一饼。保不齐孩子一出生手里就攥着个妖姬呀、啊！我才不让他打麻将呢，我让他学音乐，听听楼上的音乐。哎呦，啊、妹妹，那以前我有留声机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天天听音乐呀？你们说这以前没有留声机的时候，大家还去戏园子听听戏，对吧？现在有了留声机以后，都不去戏园子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哎呀，你们女人啊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我告诉你，那叫进步。哎呦，进什么步呀、哎？这也好呀，不去戏园子，我们多出时间可以打打麻将。对呀，就是要谁陪我们？六爸，刘太太，我们家太太啊，又做了点点心。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。哎呀，再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妈，替我谢谢你们家太太啊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你们接着打。哎，快，多精致小巧啊。哎，味道真的很好啊。嗯，跟那个法国面包一样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马师兄放下。打牌吧，我出2万。你吃了枪药了你。先生，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过来的红茶，我那人也不会碰，这我就给你带一些。你太客气了，进来坐吧。不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去教会。你也经常去教会？偶尔会去。老公，干嘛呢？着急忙慌的。金太太，包没拿。你怎么穿这样？你穿这样怎么了？又没男人，赶紧走吧，你要迟到了。我们先走了啊，金太太，快点，快走吧。送下楼。这件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。哎，这料子这么好，会帮妹妹做一件吧？不用了，我家里面还有很多料子没做呢。哎，你别跟我客气，我看着你就喜欢。我要是有你做派的一半就好了。你也很好啊。还是你为人和气，不跟隔壁那个胡凤兰一样，眼睛都长到鼻子上了，瞧不起谁啊？她老公不就是医药公司的老板吗？至于的呀。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了。妹妹你等我呀，我再去试别的。
我们家太太真是好看呀，是吧？哦，隔壁那个金太太呢？金太太，太太您看着就贵气，她那个样貌可不好跟你比的呀。好了，我约了小姐妹去看戏，晚饭不用等我了啊。晓得了。大宝，要不要去吃阿姨做蛋糕啊？大宝，还不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大宝真乖。刘先生客气了。凤姐呢？看戏去了。嗯，你的咖啡味道有什么？是比起珍妮，我的饭的陈皮。是吗？我做了几十年的药业，对味道还是……陈皮是疏肝理气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了，放到咖啡里会起什么作用。对了，孩子最近一直咳嗽，我抓了几味药，好事不见好。你抓的什么药？我可以看。那有劳先生了。不客气。这里怎么还有草呢？再说了，这抛之的也不火。难怪孩子迟迟不见好。姑娘，以后不管你买什么药，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谢谢先生。你看，草。我孩子在家哭，一会儿再让母亲过去看看。嗯，你快点去。好的，好的。汉明姐夫，好巧啊，这好久都没见着了。哎，你上次答应我给我开个方子调理身体，今天来有空吗？哎，我最近有点头晕了，汉明姐夫。刘汉民最近比较惆怅，这让自己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，比如如今这个住隔壁的女邻居，一看到她，生活富足的刘汉民就觉得自己这心里少了点什么。
天这个戏啊，唱的是真好哎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的新人真是不得了，你都不知道那个杜十娘唱的真是风流温婉。他不睡觉呢。哎呀，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跟我一起去看戏，为什么不去呀？以前让你陪我做过什么事情都去的，现在可好了，连看戏都不陪我去了，是不是老夫老妻，生活情趣都没有啦？瞎说，怎么可能？那你下次，呀，这怎么了？快去看看，快快快！刘先生，你这手都摸了半天了，你到底能不能看呀？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这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昏倒了？刚才何妈不是说了吗？她老公出海难死了。就是呀，我听见了，死了。哎，我听说那船上的人全死了，管不住接电话都晕过去了，太可怜了，可怜了。听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这以后可怎么过呀？是啊，好了好了，能不能小点声？现在他是病人。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明天有消息再告诉你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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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回去吧啊，也不早了，都回去睡觉。有什么事情啊？明天我告诉你们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姐走了，回家了，别看了，走了走了走了啊。这还跳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嗯？哎呦，三更半夜的你给人家把脉，我当然要陪着你了。不是，他这不得病好了我才能走。是呀。那你抓紧时间给他把呀，你倒是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。醒了。叶小姐。我刚接到消息，是海呢。没事没事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但是不是最后的结果，官方没有报道。你会好的，你现在不能着急。他现在已经醒了，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要不我们先走啊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明天好了的话，到我公司，我再给你复查一下，好，别忘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。
太太，对门陈太太来看你。雨巷，那你躺着。本来昨天就想来看看你的，先吃点水果。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你这事儿发生的也突然，不过你可得照顾好自己身子，日子总是要过的，更何况还有女儿佳佳呢。要不是因为佳佳，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活下去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有时间就到我那边坐坐吧，省得一个人难受憋坏了身子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再来看你啊。小熊，送去教堂呢，吃点东西吧，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你这样不行，要饿出病的。你要是再病了，这以后就更难了。有句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因为先生，你娘家是回不去了。现在还好说，这日子一长，我说你还是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你说隔壁那家也真是的啊，我让他第二天去复诊，他也没去。哎呦，我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。听人说啊，他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也真是可怜。你说人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，没钱呢，还不是万事难。这人呢，说没就没，世上无常啊。隔壁是个孤儿寡母，你没事过去看一看。哎呦，老公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听他们说他那种长相啊最克服了。别瞎说了，他克不克服他也不克你，还是过去看看。哎对了，咱不是有阿胶吗，给他拿过去。哎呦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，阿胶那么贵的东西，我哪里舍得送啊，送两盒点心嘛好嘞。干嘛啦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别瞎说了，阿胶放时间长了会变质的，送出去总比烂在家里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送出去吧，送出去。好像也是啊。对对对，还是你会算计。老公老公。来，大宝。嗯，好。国香，你好点了吧？谢谢你救了我。都是邻居，千万别客气。世事如常，一定要节哀顺变。你这是要出去啊？我去一下事务所，先父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处理。那这样吧，坐我车吧，正好顺路。我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快到了吧？哦，拐个弯就到了。廖小姐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找我，我很愿意帮助你。等你忙完了，到我公司，我再帮你调理一下，没事的。谢谢你。都是邻居，千万别客气。这都是太太的东西，你们不可以搬了。这个东西你也搬了，搬了，快点搬。这个要搬，那个要扔的。你是谁呀？都是好凶啊！这是伯香去哪儿了？这吓坏我了。妈，我想回来了。到之前也搬走，不行啊，那个之前搬走。买的，我哥钱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哪里有钱？你这个扫把星，自从嫁到我家来，害死了我哥不说，还卷走了他的钱，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你是谁挑衅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没有事，什么东西都没了呀？你什么人啊？行了，这是我家的事情。我告诉你们，他是个骗子，骗了我哥，还骗了我哥的钱。你们不能在这里放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叫了巡捕房，警察马上就来。就是呀，行了，你凭什么来人家家呀？廖国香，记住，不赶紧把我哥的钱交出来，咱们法庭上见。什么事情啊？走。凶啊！这是谁呀？这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大姐，哎，门口那是谁啊？都是些臭流氓！这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！哎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惹上什么事情了啊？这流氓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呢？哎呦，不会把我这房子也给毁了吧？啊！哎呦！要命了！我们家东西该不会也被搬走了吧？廖太太，这些臭流氓可不好惹，他们再来，你绝对要告诉我。太太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你快去学校，看佳佳有没有事。哎，对。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啊？昨天的事情，
我已经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人生就像一杯苦咖啡，苦过了这一段就好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和难处，尽管和我说。谢谢先生，我先回去了。您是？哦，我把这咖啡喝了吧。人生苦短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小琪差死了，是吗？哎，你们说这廖国香平时看着光鲜亮丽的，没想到啊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哟，人家欠债怎么了呀？凭人家姿色，那也叫债啊？哎呦，那欠债嘛，总是要还的喽。马志仁，你的意思是你替他还？可以啊，只要他答应做我舞厅的头牌，我就敢给他还。你不是看上他了吧？我就是说，他就是个无理的命。要不再玩两把？来来来，我都输了他。行了，我可以打了，打了。等我多久了？开车吧。这些人太过分了。居然串通老太太来告我们的状，那咱金嘎子真正不要米空啊！你也知道金家早就不行，不过是个空架子，所以现在连这点钱也要来抢。看看咱金嘎，当初发是个那样子啊！现在这场官司可能会输的。那我们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帮我约一下陈太太。好吗？把这个招牌给扔了吧。国香，姐姐，你来了。啊，这也太雅致、太讲究了吧！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吃西餐呢。姐姐，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，你不必客气。国香，可是你昨天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你呢，你干嘛请我吃饭呀？那
要我请你吃才行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。姐姐，别客气了，快请坐。我想送你一样东西。什么礼物？珍珠项链啊。这个项链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送我的。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，你要不嫌弃就收下吧。可是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要是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。那好吧，国香，我在上海也没亲没故的，难得有你这样贴心的妹妹，我帮你戴上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很漂亮，很适合你。那就谢谢妹妹了。哎呀，国相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在上海都快闷死了。浩辉他顶多算是半个上海人，上海女人太难相处了。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我忘了你也是上海人。不过你跟他们可不一样，你人好又知书达理，一看就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女人。国相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姐姐，国相命苦。国相，你快起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幸福公司赔了一笔抚恤金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靠这笔钱和佳佳一起生活，我没有想到先父的亲戚居然想要独吞这笔抚恤金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来抢东西要钱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能跟他们斗？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他们可太过分了。国香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回去跟浩辉讲，一定让他帮你讨回个公道。你回来了。老公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，手里事儿太多。哎，老公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隔壁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那个金太太呀，她可真够可怜的。刚死了老公，老公家的人就来夺家产了。夺什么家产？不是说有笔抚恤金吗？现在她夫家的人把她告上法庭了，她想让你帮忙给她打这个官司，我可替你答应了啊。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应人家呢？哎呦，他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，我能不答应吗？这种事儿。你呀，真是妇人之见。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，万一这官司输了，将来你让我们还怎么在这楼里住？哎呦，你可想的真多呀。那我现在都答应了怎么办呢？那既然都答应了，那还能怎么办啊？哦，太太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是啊，照顾好佳佳。
虽然表面平静如水，但廖国香心急如焚。金家步步紧逼，公寓内的人们也冷言冷语，流言四起。最凉不过世态炎凉。这官司要打，日子要过，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从山顶跌到谷底。可是茫茫人海，天地之大，他能怎么办？您需要点什么？白咖啡。廖小姐。哎。廖小姐。刘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我经常来这里，没事坐坐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想喝杯咖啡。太好了，要不一起坐坐吧。好啊，请。家里挺吵的，出来躲个清闲。廖小姐，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？还好。也不知道该怎样能帮上你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其实呢，大家都是邻居嘛。刘先生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喝吧。金太太，陈律师，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，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，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。好，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。就今天吧，中午以后。哦，好风流啊。哎呦，哪个无比不风流啊。哎呀，逗，什么风流四条，哪个野男人呀，拿到手里啊才算钱呢。哎，国香妹妹。亲太太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出去啊？是啊。要我送送你吧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马志龙，你怎么还坐在这里？我去送送他呢。你得让我送啊！要是再不动静，还不把那些野男人的钱都赚光了呀？哎呦，小马妹妹，那你要是去当舞女，那岂不是把上海滩的钱都给赚光了？我要是当舞女，我还不浪到天上去呀？哎呦，